嘿嘿，大家好啊！不知道这期能不能赶在周末前发出来呢？嘻嘻，这一次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在游戏里几乎没有人用，但是人气不低的角色——史崔真吾。史崔真吾这个角色诞生很传奇，众所周知，这个角色的声优是子安五人，日本著名的变态，不是著名的声优，其地位实力之高是很难想象当初怎么会去配这样一个角色，结果却是出人意料。史崔真吾这个角色是子安五人死皮赖脸跟 SNK 讨出来的。据说子安五人当时在他工作的广播节目组和 SNK 的广告担当打电话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句“仕事ください”，于是 SNK 就开始为子安五人量身定做一个新角色。本来这个新角色原本打算叫做铃木真吾，并且在九七参赛是为了赚钱救治在医院重病的妈妈，还要独自一个人养活弟弟妹妹，最后还会变成大蛇复活的容器。这个设定也太沉重了，结果当然大家也知道了，开发者不喜欢这样的设定，就把它改成史崔真吾，取消了一系列沉重设定，大蛇的容器也换成了克里斯。最后 SNK 把角色设定告诉子安五人的时候，子安默默地说了一句：“ちょっと嫌だな。”你要点逼脸啊，子安。真吾这个角色的台词每一代都会改一点点，从九七之后我会剪弃九七里没有的台词，为了保证视频节奏，相同台词的招式我就不剪辑进去咯。他说的是 Kono 你这个，后面没有说完，所以后面可以是你个笨蛋，你个蠢蛋，一个大鸡米饭都可以。他的瘦身和草剃精的台词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草剃精的比较悠着。真吾这是有点小紧张的样子。差点。这两招你们应该都比我要熟，来大声念出来。你身体好天真啊，是我这一招。ボディが甘いぜ。くらえ。我们男性的那个在日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名字，比如チンポ、チンコ，前者比较粗俗，后者比较可爱。 Kick 只是英语踢，チンコ Kick 鸡而飞踢。 Single 就是真吾日语的念法，シンコ Kick 真吾飞踢。大家会不会疑惑荒谣的日语到底怎么念？真吾给了你答案。アラガミは？荒谣怎么出来着？アラガミは？やられないんだよ！燃えろ！信号！おりゃ！在九七里，真吾的设定不只是逗逼，还有一点燃。从他最后的两个超必杀就可以看得出，負けられないんだよ！我是不会输的。燃えろ！信号！燃烧吧，真吾！技は他に技はないのか？ガーン！なんか来た！くらえる！あ、なんか出た！マジ危ねえよ！俺って死んだね！光招式就把我剪辑吐了。真吾的台词应该是拳皇最多的人吧？危ねえ！危ねえ！すごい危ない！危ないって！危ないって！マジ危ねえよ！翻滚就有四种不同的语音，不过都是以危ない危险为核心。第一句是危ない的简化版。阿布奈，好险！阿布奈，阿布奈。第二句是阿布奈的修饰版，すごい阿布奈，超危险的。すごい阿布奈，天！第三句是阿布奈的嘴炮版，阿布奈的，你知不知道好危险的？阿布奈的，阿布奈的。
第四句是阿布奈的口胡版，马甲没有，真的很危险啊！马甲没有，名前被虚知。大家记不记得子安五人本来是在做广播节目的？这招当时不知道怎么取名，于是他直接向大家说：“名前被虚知，正在招募招式名。”后来招募到了月走这个名字，一方面这个招式是个肘击，另一方面月走日语音读是 get you， 听起来像是英语的 get you， 于是这个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。正午这个人很喜欢自己给自己配音，哇，好像我自己完全慌的时候一样。第一句 bish bash dokan 是日语的拟声词，就像中文的 biu biu bong。后面的超必杀开头 pikan pakin guin 都是在模仿超必杀的时候ping的那个音效。最后超必杀的台词则是。もういて限界已经啊痛极限了。前面的起也是模仿草剃精，我也不懂为什么他们出秦月阳或者秦月的时候一定要起一声，后面是口口的在这儿呢。技は他に技はないのか。在零二 UM 里，真武也是有他自己的神成的。この技は他に技ないのか。ピカン、なんか来た。尼克，招式呢？没有其他招式了吗？拼，来灵感了。技は他に技はないのか。ピカン、なんか来た。在零一结尾时，草剃精以你该去找自己的同伴为理由又把真吾抛弃掉了。这个时候草剃才周出现，将真吾收为徒弟。于是从零三开始，真吾的毒咬时不时会冒出点火花，他便会跟上一句哦那个得到啊，好像出来点了什么，然后这个火花真的比他的庆口还要小。我们男性的那个在日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名字，比如庆婆、庆口，前者比较粗俗，后者比较可爱。呢是那一的简化版，没有。我的庆婆呢？我没有鸡巴。进步就是中文进步的音读。我的庆婆呢？我没进步啊。正无值得一讲的招式台词就到此结束了，让我们看看他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台词吧。殴ったねあんた。親にも殴られたことないのに。キキ一発。まだどこいたの？やっちゃってください。すいません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れなんか落とした？これ。拳に宿った命の炎があってまだ終わってないって。燃え。よしやりましたよ草薙さん。草薙さん。行くぜ。ファイト。はい、1、2、3、始めよう。シンゴ、1番手、行きまーす。ファイ。俺一人。この1番手しかシンゴが相手っす。佐々木さんの前に、1番手のシンゴが相手っす。このニョニョンへ。ドローン、パーフェクトでの勝ちだ。ねえ、復讐復讐。手帳なんか見るな。あ、ちょ、ちょ、何よ、ファイ。佐々木さんが相手でも、行くぜ。今年は負けないっす。まさか死んでないっすよね。ありがとう。そしてさようなら。ウィナー。この日輪の輝きを恐れないならかかってこい。この草薙の剣を恐れないならかかってこい。ほらこれこれ。燃えたろ。なんて。何やってんだか。ごめんなさい。那么这期真武的台词也到此结束了。
这一个月来，我参加了8月爆肝的新人 UP 主活动，希望大家可以送上你们的葵花三次支持一下我哦。真武这一期素材真的好杂，而且好多啊！除了重复的台词之外，应该没有漏掉什么了吧？嘿嘿，好害怕哦！做了一天的视频，感觉整个右手都要废了呀。